系新力高盛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第十场赛事，2班千六，暂时大热系5准备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慢咗少少，系骏马快车嘅，前面快噶嘛，95尺套外面快啊，咁啊睇下卖唔卖到嚟啦。咁啊见到内栏有保罗成全，中间敏捷神驹小哥儿啊，咁外边咧咁啊仲有呢只骄阳名驹拖翻住个第五位先，咁啊再落后过零身位噶嘛，先有中华盛景美丽在线内栏骏马快车啊，后边嗰五匹马啦，有一先生啦，出边啊新力高升啦，尾三系红爱射啊，尾二黑三嗰只系武林密码啦，暂时殿后系桃花云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1000米段处啦，放咗出嚟嘅马咧都仲系呢只保罗成全啊，咁啊接嚟咗个零身位到啦，跟住响第二位就95尺兔啊，内栏第三敏捷神驹啊，咁啊再见到第四位嘅马咧有少哥儿啦，内栏紫色衫骄阳名驹啊，响出边啊美丽在线啊，咁啊再见到后多层啦，中档马林红衫就中华盛景，出边黑衫浅蓝帽新力高升啊，后边五只骏马快车红爱射，尾三咧就系呢只一先生啦，武林密码黑衫，尾二啊内栏啊，隔篱拍住佢仲有只桃花云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咁滞啦，保罗成全咧就占先嘅，外边有95尺套啊，有少少挨咗出去啊，埋边偷位上就有敏捷神驹，等入边有骄阳名驹啊，咁啊再见到外档冲嘅马有新力高升啊，后多阵就武林密码捐入去稳位啊，揈到最出啊系桃花云啊，最后200零米啦，骄阳名驹打横跑咁样攞出嚟中档咧，一冲就过啦，再见到埋边位置有敏捷神驹，中间骏马快车，出边上嚟有桃花云，中档位置仲有一先生，接近终点真情上千六，使乜惊啊？骄阳名驹大胜翻嚟啊！跑第二名嘅马有骏马快车响入边，出边桃花云，中间夹住一先生就跑第四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咁啊都系头段咧抢咗上去，跟住慢慢压到入嚟，守住内栏第五，入直路而出，掟得对手夜马嘅系骄阳名驹。五号嘅骄阳名驹2.1倍啊，可以进军香港经典嘅理赛啦，轻松取胜啊！尾场跑第二名咧就9号啊，骏马快车啊，咁啊巴道啊，第三名啊11号桃花云啦，霍王星姚半辉，另一只咧10号嘅一先生啊，班德礼第四。姚半辉数三就系呢只啊，系啦，骏马快车巴道啊，啊骄阳名驹啊，赢到冇得跑啊 ，C V 啊，所以啲飞咁劲啊，21蚊啊，等程啲飞都好硬净，星未龙啊，真系，同埋佢真系守到。好彩嗰个位啊，有空位啊嘛，俾埋咗佢。同埋用阿布文，好似真系争好远咯，真系。而出嚟，好啦，睇翻巡台影片，排个五档起步，骄阳名驹一起步就少少慢闸啦，骏马快车呢度啊，你见骑师都慢慢摄紧喺个贴栏位置啊。睇翻前边，大外档埋紧嚟啦，95尺套，跟住就敏捷神驹、保罗成全咧，呢度都赶紧上嚟啦。后边啊，少哥儿同埋骄阳名驹。美丽在线系三叠嘅，二叠啊中华盛景，贴栏咗只骏马快车啦，隔后位置啦，新力高升三四叠啊，桃花云啦，一先生同埋武林密码，前面就放啦，保罗成全呢场嘅摆前面走啲又唔系话特别好着数啊，个步速都唔系好快噶啦，已经。不过星云少，即系嗰只新力高升个位同星云少着差唔多咁曳咯，即系都系走住三四叠之间，望空抢口，等一轮先叫摄得到喺嗰只。美丽在线后面呢度桃花云就二叠喺个包尾嗰度，都预佢掟出去冲噶啦，佢后劲系好犀利嘅。武林密码可能加程千六啦，想悭啲脚程啊，一路都系攞栏嘅，贴栏喺入边搏嘅。不过就唔知系咪谂住配合今日马房咧，即系又冇乜必要跑呢场嘅。其实我又觉得吓，好多选择嘅应该。咁啊试下啦，呢个路程可能都系慢啲。入到直路，骄阳名驹呢度都冇乜位啊，用牙嗰只少哥儿啊。佢牙完啦，骏马快车巴道都牙啦，咁变咗只武林密码都唔规矩啊，揈咗几揈。外边成排冲，一先生早段系二叠有啲遮挡啊。桃花云都跑得好靓啊，争一步。今日都系蚀啦呢个跑法。